现在来到着山谷处处，会当看到山野树开满着花，更是除了是山野树之外，今年含这银杏树、甲荔枝树嘛是人大开花。今年的不管是山野啦、荔枝啦、银杏、金木槿，拢开了拢百分之百。农民表示讲，真侪果树大开花，开好佮开满，主要是甲年初迄波寒流有牵连。因为咱今年过年前吼，到过年迄段时间的寒流吼，气温有够低。啊、所以咱热带果树就是若讲寒人迄阵有经过低温，啊会促进伊个发芽分化，所以伊个花就专门百面开。因讲天气已经启动着果树的开花机制，每一丛山仔树会当讲是人开满满。伊开花率是毋是爱欢喜讲，结果率嘛是会来悬，民众来讲产量会比着旧年来增加。啊，讲伊个开花率到等于结果率、啊？今年的开花。如果只要开到很好啦吼，伊的结果率嘛是一定百分之百的好。伊目前包括叫正左顶山上南西南华顶所在，会当看到山树、银杏树开花的情形。不同款的品种的山啊，的花朵不同款的色水。今年山啊花开了早，现在甚至已经会当看到来结果的这山啊囝了。伊这开花率高，连带嘛吼，结果率会对咧高。到时阵三季来临的时阵，产量来大增加，要安怎做应变？这是相关单位应该提前应变的所在。南天新闻台以上由郑彩虹报道。